狗狗的十个冷知识，狗主人们必须要知道，尤其是最后一个，能把人看哭。一，狗狗的鼻纹和人的指纹一样，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。二，狗狗喝水不是舔，而是它的舌头相当于勺子的作用，它们是用舌头舀水喝的。三，经过训练的狗狗，它们能闻出血液中的癌症，准确率高达 97%。四，一只成年狗有42颗牙齿。五，狗的平均体温是 38.4 摄氏度，这也难怪汪星人总是给人很暖的感觉。六，你见过狗狗出汗吗？它们的唯一汗腺位于脚趾之间。七，狗狗是不能吃巧克力的。八，相处久了，狗狗会越来越像主人，无论长相还是个性，这点已经被科学证实了。九，狗狗有预知危险的能力，包括地震。最后一点，在这个世界上，狗狗会一直坚定不移地爱着你，即使你把它抛弃，它也会一直记得你，一直深深地爱着你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你遇到过这么可爱的狗狗吗？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故事。